继登纽约名人墙后，易烊千玺又成中华儿女首位00后封面人物。易烊千玺荣登中华儿女杂志封面，并成为该杂志首位00后封面人物，可喜可贺。这是继前几天千玺登上纽约帝国大厦名人墙之后的又一重磅喜讯。至于千玺少年本身，这是他奋斗的另一个起点。新时代的偶像就应该是千玺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无畏探知，对未来梦想的大胆追求。中华儿女报刊社公布消息后，中国共青团网官微留言称，新时代新青年追梦正当时。从上午8点消息公布到目前为止，近30万的转发，近20万点赞，近2万的留言，看大家对易烊千玺成为中华儿女首位00后封面人物均表赞同。这份殊荣，千玺值得。